远处就看到前面山壁扬起粉尘，大量沙石从山坡倾泻而下，民众目睹这一幕全都吓傻，赶紧拿手机拍下惊悚瞬间。边搭车边录影，原本想要开车通过，却发现被土石挡住去路，而且现场还在持续坍方，空气中全都是沙石粉尘。过了好一阵子，落石坍方终于告一段落，不过下游石块不断下滑，还伴随溪水。惊悚的坍方意外就发生在13号早上10点多，新竹尖石竹六十线31公里处，大量土石瞬间滑落，因此封闭双向道路，导致交通一度中断。县府公务处和乡公所交获消息后，已经前往现场处理，并紧急撤离附近5户民宅，总共有7位居民准备到收容所进行收治。而事发地点临近秀兰国小，县府已经针对所有师生进行疏散作业。台风过后，尖石出现大片土石滑落，村民目睹过程边拍边逃，惊险画面真的让人看了替他们捏一把冷汗。三立新闻张浩洋、杨欣怡新竹采访报道。